上回书说的天佑年和这百里冰是双双失踪，记得这天如蜜和这百里无银以为他们两个人私奔了，这不两个人想出个招来，对外宣布准备婚礼。也许这两个人听见这个信儿就自己回来了。搭理我呀。哎，现在啊不是倒过去追究责任的时候啊，就说现在这两个人走了好几天了，要不还这么着吧，咱们死马当活马医，高调宣布咱们两家联姻，哎，他们成亲了，希望他们听到消息以后能回来。哎，这倒是个办法，那还得请郝大人。哎呦，别跟我提郝大人了，没他什么事儿。那这个证婚人，这先把人找回来再说呀，这赶紧宣布吧。行，等两个孩子回来，那操办婚礼这个钱可就得您多费心了。那凭什么呀？啊，您这么有钱，还是您办吧。啊，哦，不，您有钱必须您办。我没钱。装穷，这些年搂地皮您都搂成什么样儿，那家里不定有多少钱呢。哎，老爷，我清如水明如镜，不信上家翻翻去，也能翻出一个子来。哦，要不咱们这么着，我想啊，凭咱们俩人的面子，像什么花轿啊、骡马呀、酒席呀，咱们都能赊得出来。到时候咱们收份子，拿这份子钱去结账去。嗯，好，就这样吧。是不是连这喜帖一块发呀？而且还得多发，发的越多，这份子钱收的越多。你看啊，那对，行，田老爷，这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回来呢，日子定在什么时候啊？这没日子，这喜帖怎么发呀？也是。那就先发公告吧，把人引回来再说。老爷，您不会反悔吧？不会，老爷我从来说话不算话。不是，老爷我从来不是说话算话的人。田老爷，我事关重大呀，公告都发出去了，我想悔也难。那倒是。哎，老爷，那就多发，让两个孩子尽快看到消息。请好吧。哎。我这天天吃鸡蛋，嘴里都一股鸡屎味，你怎么还能吃得下？那总比饿着强吧。这什么呀？少废话。委屈您了，大少爷。干什么？来吧你！喝！不可能！喝！这什么东西？又酸又咸的，毒药，剧毒。看见这耗子了吗？哎，这耗子就让毒药给毒死的。吃了这毒药之后，三日之后毒发身亡，想要解药吗？滚蛋！你后天未时，你把火车头给我弄来，到那个时候把我们送到京城，我再给你解药。滚蛋！天佑年，天佑年，事到如今，二位最好还是听我们的，啊，受累了。你们走啊你！佩琴儿，我知道有很多事情你没法跟我说，可是我真心希望你能亲口告诉我些什么。好，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一定要造这个机车头？
没有鸡翅桶，咱们一起经营料理店，不好吗？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这个。那也是厨房呢，他去哪儿了？你们说他回日本了，可他为什么音信皆无了？你们不是表兄妹吗？是不是他没走？他藏什么地方了？怎么可能呢？贝心儿，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隐瞒着我，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真相。什么真相？贝心儿，我答应你，你只要告诉我实话，我就当什么没有发生过，咱们从头再来，好吧？田永年，田永年在哪？田永年，他不在矿上，他没在店里。他不在矿上。他当然是在矿上了啊！我刚才说的是又甜又黏的蛋糕在哪儿？欧耶，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没。お母様、どうされたんですか？使えるものを見つけてる。炭鉱の役人と多様年を止めるものを間に合わないと心配しているから。機関車の話は諦めませんか？我々の任務を諦めるのは無理ですか？黙れ！機関車の件は帝国の経済利益に関わってる。自分の役目を忘れたか？でもこのまま任務をやり遂げれば、どんな顔で王よに会えばいいのか。お前たちにはそもそも未来がない。あなたに恋はわかりません。若者、愛もわからないのにどうするんだ。我々はもう多様年に狙われてる。奴は簡単には諦めない。だから、なるべく早く工場へ戻る。多様年はこれ以上行かせない。たとえ向こうの機関車が無事に走り出したとしても、お前とオーバーは絶対にありえない。咱们这往哪儿拉呀？去矿上啊，不是让他去偷火车吗？不妥吧？矿上这么多人，万一让人发现了怎么办呢？再说了，田永年他认识回家的路，咱们给他扔哪儿，他也能回去，他正盼着呢。要不然给他扔到田家门口去，也不妥吧？还有百里冰呢，离县衙这么近，万一这百里无一气之下把田永年抓了，谁偷火车去？不然你说怎么办呢？教主，咱们走着瞧吧。别拉了，扔这儿不就完了吗？离县衙近，没人知道。走，啊好。哥，这车也别了，扔那边去。不应该，那怎么办？真是，怎么看来我真的是冤枉小贝心了？我还是回料理店吧，我先去矿上。
还是得先回料理店。哎，小伙子，这大早上起来的，你这咋了呀？光有啥呢？丢啥东西了？我没丢东西。没丢东西，你跟这儿逛悠什么呢？你逛悠逛悠。我就是遇到了个事儿，我做不了决定了。我傻小子，什么事儿啊？做不了决定啊？做不了决定，你扔个大钱看看正反面呗。哎，对呀，大爷，哎，你有钱吗？有。你干什么？您就用用那个。我这不是嘴欠吗？我。哎呀，小心点啊！哎，不弄丢了啊！哎，不能不能，谢谢啊。正面就是回日本料理店，反面就是回矿上。行了吧？三句两胜，三句两胜啊。这回行了吧？五局三胜啊，五局三胜。这回行了吧？五胜，七不能扔了，再扔我的大钱就碎了。不是，一回，最后一回，一局决胜负，好吧？哎，我的钱儿，我的钱儿，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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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决定了，回日本料理店了。我的钱儿，我的钱儿，我的钱儿，我的钱儿。哦，对对对，对不起，我忘了，我不是故意的啊。看出来了，看出啥了？啊，你这个孩子面相好啊，啊，有良心，有担当，干不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啊，走吧，我得干活了。我有良心，我有担当，干不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哎，我还是先回矿上。这筛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八爷，你上回就是这么这手一磨，这呀，啥声啊？哟，大哥。这又有一麻袋，别动，别动！上回捡了一个，都让我姐夫破产了。这回谁也别动，别动！好像是货的，应该没事儿。啊？就过去看看。来，快扶起来，快快快！哎，我跟你们说啊，要是日本人，你还给他拴上，还搁那儿。哟，哎，咋是你们两个人啊？哎，把绳子解开，解开，解开，不，哎，平儿，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谁这么厉害，能给你们俩装麻袋里头啊？那两个下三滥，竟然拿民药吹我！啥下三滥？没事，没事，没事。不，啥没事啊？这两天你们跑哪儿去了？全城都找你们呢。啊，放心吧，放心吧，我们这就回来，这就回去。嗯，那就你。你干嘛不让我说呀？你舅舅和你爹扒不成车头，造不成的，现在正是机会。那他们也不能拿你的性命开玩笑啊！现在救人要紧。不行，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有可能我能得到解药，但车头。就真的没回来。你这人怎么宁愿不要自己的性命也要要车头啊？我跟你说过，车头关系着大清国的命运，我一个人的小命有何足惜？哎，那你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哎，你干嘛去？
解药他们早就藏起来了，咱们找不到他。不可能，不可能是这种结局的。算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还是先回矿上去吧。对，回矿上，开机车。怎么疯疯癫癫？各位，都已经知道了，有个叫火车的东西，它形如龙，喷火而行，弹指间就能将我们送到京城。我回龙教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明日未时，各位把自家的耙子、锄头都拿着，对，铁锅也背上，我们直捣京城，直捣京城。田永年，田永年，你可算回来了。嗯，大家都找你呢。李仲他六月初一来视察，找不到你，大家都急疯了，赶紧去给我接金大先生。六月初一啊，车头没事吧？车头已经造好了，很安全。哦，永年，我错怪你了。原来日本人他真的是来破坏机车头的。哎，不是不是，破坏机车的是百里无银和腊八蒜。不不不不，是日本人，这我知道。哎呀，你别再冤枉小背心了。侯爷，人这一生很短暂，也很孤独。以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可惜也晚了。你要是真喜欢小背心，就抓紧时间把她娶了吧。哎哎哎，不是，你是病没好啊，还是又病了？哎，我没病。我的话你以后就会明白。让我进去。不能进啊，小姐。哎，躲开！别这样，少爷。哎，李冰。不能进。躲开！是不能进，不能。哎，不是我们不让进，小姐。小姐，小姐，不让进，不让进，不让进。哎呀！哎呀！这不让。白立冰。哎，你干什么呀？白立冰，没用的，这车根本就开不到京城。为什么？我是骗他们。怎么开不到京城？为什么开不到京城啊？火车要在铁路上走，哪有到京城的铁路啊？可能机车比你的命重要，可这对我来说，你的命更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办法，那就要看鱼爸肯不肯帮忙了。什么呀？师兄，这是贴的什么？你给我念念。说是田家大少爷。哎，这不是前两天贴的寻人启事吗？怎么又成了联谊公告了？八成是跟人私奔了，贴这个也就是为了遮个丑呗。啊，怎么回事？谁知道？前段时间不是说的那个？哎，去去去去！奇怪。都贴出去了？回老爷，都贴出去了。我告诉你啊，小姐一回来，马上给我撕下来，知道吧？是。这点事儿。欧燕，欧燕，去哪儿了？这是。啊，母上，王陽見ませんでしたか？哦，いや。炭鉱に役人がいると、王陽が作り出した嘘だと思う。でないと、どうして姿が消えたんだ。今すぐ炭鉱に見に行く。一言もなしでいなくなるかしら。腊八蒜，解药呢？哎，不是说到京城才给你们的吗？不行，三天之内就快到了，万一毒发了怎么办？给我解药再去京城。放心，法做不了。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把这个女魔头拿下，救出军师！住手！我看谁敢动！是。好，给我上，快点！哎，告我姐夫，过来抓人。好。哎，如年，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解药呢？等到京城。说不说？说呀你！其实没有解解药，那毒药吃一下啊。怎么回事？我的兄弟他胆小，不谨慎。兄弟，兄弟 ，Hello， 兄弟 ，Hello，Hello， 小姐在矿上，真的，真的，现在就跟一群乱党在矿上打架呢。好，师爷，哎，小姐找到了。我带人到矿上去抓人，你抓紧时间把告示撕下来。是。啊，行了行了，我死了我死了，别别别别别别，没有呢。告白鼠，我对不起你，我把腊八蒜给掐死了。车头呢？车头？车头？没事。啊。车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夏武剑呢？夏武剑跑了，跑了，追呀！哎，嘿，哎，嘿，灵儿，灵儿，灵儿！私を止めるように嘘をついたくせに、役人はどこにいる？快点！快点！快！武剑把你泡来，拉门三四来，兵儿呢？也泡来，不成事的东西啊！怎么把他留下来呀？我留了。剑锋，八爷，你看，哎，这怎么贴上去又撕下来了呢？哎，干嘛干嘛呢？别撕啊！我们家儿子还没找着呢。您儿子还没找着呢，我们小姐可找着了。这告示作废了啊！走，散了，散了，散了！啊，回家，回家，回家！别，散了！你这是……哎呀，走啊！百里无银，好狐狸，又耍我呀你！田永年，你到底要去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不要再跟着我了。跟你说了，不要再跟着我了，听不懂啊？让开！事到如今，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只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安安静静的死去。可是走了好久，总感觉还是有人。你是在说我吗？有人陪着，总好过一个人孤独的死去。就让你再送我最后一程吧。已经过了二更天了，再有两个时辰，也就到我的大限了。感谢你陪着我，让我临死前要说的话也有个去处。想说什么，你就说吧。冰儿，其实我不怪你。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明不白的死去，这可能就是我的定数。还好我一直心心念念机车头终于走完了，我信守了对李中堂李大人的承诺，也算是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你是个守信用的好男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去保护车头，不再让我爹破坏。他已经破坏不了了，再过几天六月初一李中堂就来了。其实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年迈的父母，我家就我一个独子，我死了也不知道谁能照顾他们。你放心吧，我替你照顾他们。谢谢你这么说，可是你毕竟不能一辈子都照顾他们，给他们养老送终。为什么不能？我爹娘他们不会反对的。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早晚要嫁人的，到时候你顾及得了婆家，就顾及不到了。我不嫁。你真的愿意为了我？父母，终身不嫁。我愿意。你安心的去吧。好，那我就放心了。时辰也快到了。我可以安心的去了。拿你手绢把我脸盖上，省得我七窍流血吓着你。哦，哎，对了，明天早晨你挖个坑把我埋了。Yeah.
天你跟欧叶就说我去美国了，千万别说我死了。我不想让兄弟为我担心。回头跟我父母就说我去美国了，说我过几天还回来，让他们有个盼头。哎，对了，还有，你到底还死不死了？我的话还没交代完呢。你跟我父母怎么说呀？我就说你三年后就回来。那哪行啊？你说三年，我爹今年五十了，三年他能赶得上？你就说我五十年以后回来，嗯，这样的话，他赶不上他就先死。我好，你放心吧，我会替你照顾他们的。该交代的话，我也都交代完了。放心了，我也可以安心的去了。人生自古谁无死，赢得生前身后名。出师未捷身先丧，来生再见百里冰。看来是死透了。等我挖坑埋了你。儿子，冻死我了！你是人是鬼啊？啊！我浑身这么冷，应该是鬼吧？坏了，太阳出来了，我得赶紧回阴曹地府了。影子，地上有影子。影子还在田永年，你没死啊。冰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我真的已经死了。你真的没死啊？你看地上。不可能，我真的已经死了。你干嘛啊你？等着呢。所以我说你没死，你死了怎么会知道疼呢？疼，还有牙印呢。我没死，我没死。冰儿，怎么又哭了？我没哭，眼睛进沙子了。那我帮你吹吹。不用了，好了。那你说怎么就没死呢？是不是算错日子了？不会啊，到昨天夜里正好三天啊。难道腊八蒜说的是真话？他给我灌的确实不是毒药。其实没有解药，那毒药是假血。哦，我想起来了，腊八蒜在临咽气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毒药是假，我当时心烦意乱的，什么都没有记进去。他可能就是要告诉咱们，毒药是假的。真是有惊无险呀！就是嘛，害得咱们在这鬼地方冻了一夜。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有病啊？吃这破玩意儿，你还这么高兴？要不是因为吃了这破玩意儿，我的心里话还不好意思跟你说出来呢。你别动手了吧，回家。哎，你别着急走啊，你昨天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当然不算数啊，你又没死，你还不自己去照顾你爹娘？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你说你愿意为了我终身不嫁？我什么时候说过那句话？哎，你说为了我终身不嫁，照顾我爹娘，这不都是为了我吗？那是你当时快要死了，人家哄你高兴的。啊，那合着我要是真咽气了，你还会嫁给别人是吧？对啊。切，你说这话你自己都不信，我中毒瞧给你急的，那大鼻涕都横流。你大鼻涕才横流呢。你听我说，虽然说我们家现在没有钱了，但是我会开火车，以后能当官，能着大姐。你这什么意思啊？哦，我嫁给你就是为了你家的钱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不说是吧？好，我说。哎，你干嘛呀？你要去哪儿啊？你没练过轻功，还跑这么快啊？我怕跑慢的话就直接说出来了。你要说什么？苍天在上，黄土在下，我今天田永年发誓，若有半点不成，让我万劫不复。我田永年发誓，我要娶百里命，我要娶百里命，我要娶百里命。Gentlemen, we are almost ready to go. 这里在前边，这里在前边，这里在前边。好，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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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武。所有的这一块都在猜一遍。好好，这儿，这儿，这儿。好，gentlemen，大家好，大家好。こんにちは。一直没有过来，给大家添麻烦了，给你们带了点便当。我一直在家养伤，不好意思。哦，高明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对不起。我还有一件事，我得失陪了。哦，没关系。欧爷，快来吃吧。这是你最爱吃的鳗鱼饭，还有芥末酱油。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不客气。你会说日语？少しだけ。神田さんに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真是一个好学的好孩子。我要回店里去了，小北新一个人在家里，我不放心。再见了。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とによっては、正直に言えばいいと思う。緊張しないで。僕しか日本語を喋れない。ご存知の通りです。小米心のことが好きです。いつかある日、彼女と日本語で話すために猛勉強しました。しかしながら、秘密を聞いてしまった。若者よ、人は自分の意思で動くときは少ないのだ。だが、君にはいい助言をしてあげたい。何ですか？力を少し借りる。欧爷，了不起！别看他对小背心那么喜欢，但是在民族大义的关头，人家不含糊，不能为了自己过好日子就丧良心呐。他这么一，上回书说道。这田幼年和百里冰
经历了生死大难的考验，终于是两情相悦，心心相应。可是百里无银是死说活说，不答应女儿嫁给田幼年这个穷小子，这事可怎么办？那什么，我先回家了。啊，你别忘了咱们在山上说的话，我回家就跟我爹娘说。你说这幼年他到哪儿去了呢？不是在矿上有人见过他吗？这怎么又没了呢？行了，夫人，别哭了。你个老没良心的，儿子都丢了，你就不会哭啊你？那儿子是丢了，他又不是死了，哭管什么用啊？爹娘，回来了。儿子。来了！哟，少爷，您可回来了，赶紧进来吧。哎呦，您怎么弄这么脏啊？啊！哎，老爷、夫人、少爷回来了。爹，哎呦，我回来了。儿子，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着？老爷，你怎么不哭啊？儿子都回来了，我哭什么呀？哎呦，儿子，快让妈看看，快，来坐下。就是，爹，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快跟爹说说，这些天你跑哪儿去了？嗨，也没什么，我有两个朋友把我养起来了，每天一只鸡，四个鸡蛋，两壶酒，这么伺候着。真的？你那两朋友是谁呀？我真想请他吃顿饭。去你的！吃再好那也是绑架。你瞅瞅我的儿肉，哦，看看都瘦了，下巴尖的，哎呦，小脸，哎呦，妈，您看清楚了吗？我哪是瘦了，我是胖了。我觉得我这腮帮子都大。哎，儿子，听说这矿上出事儿了，都发生什么了？跟你失踪有关系没有啊？哎呦，老爷，这什么时候啊？你就问这事儿？这会儿啊，儿子，咱吃顿好的，娘给你做去。想吃什么？慢点儿，慢点儿，还有菜呢啊！这丫头，你看看爱吃的菜心儿。哎呦，娘啊，给你包个鸡蛋。冰儿，这几天。干什么去了？对呀、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刚开始跟田幼年、腊八蒜还有夏午剑在一起，那后来，就跟田幼年在一起了。不是，那个，你们俩就是在山上待了一宿。这个畜生！让他得逞了，爹，你这是怎么了？啊，没什么啊。你们在山上都干？爹娘，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我怎么觉得那么奇怪啊？没事啊。我说闺女啊，你还想吃点什么呀？哦，我想吃，没有，反正这鸡蛋我就不想吃了。有没有什么有味儿的，酸辣的都行啊。啊，行，那个娘吩咐厨房的人给你做去啊。谢谢娘。冰儿，你慢慢吃。爹也去吩咐厨房给你做点儿。
把门关上。刚才踩我一脚干嘛呀？有你这么跟冰儿说话的吗？啊，大姑娘家家的那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哎呀，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怎么又怪上我了呢？那当初田家求婚你不答应，人家自己贴了告示又反悔了，你看这你能拦得住吗？你这两个人先弄一块堆儿去了，啊，你说说这可怎么弄啊？现在弄成这事儿了，当初还不是踏踏实实的把这婚事办了呢？你说现在这样多丢人呢。夫人，夫人，先别慌，这事还不一定呢。我找个医生，要不好好脉吧。呸！啊，大姑娘家家的好出喜脉了，传染出去，还不让全县的人笑话死咱们呢？哎呦喂！行了，这事儿我来吧。我呢，有经验。我先看看他是不是爱吃酸的，那就是害口了。如果他要是爱吃酸的，老爷，您就赶紧去找田汝蜜把这事儿给办喽。要是不爱吃呢？糊涂，那就没事儿了呀。那就过段时间再看看。嗯，行。哟，要是显了怀可怎么办呢？你还有准没准了啊？有有有，我这样啊，我去看看啊。爹娘，几天不在，家里有那么多新鲜的山楂，嗯，真好吃，你们也吃。嗯，怎么了？哟，这位爷，您来点啥呀？说啥？打胎药。你大点声，到底是啥？打胎药。嗨，打胎药啊！哎呦，嗨，这个药啊，我们这儿不随便卖，得登个记。为什么？这打胎算啥绳啊？这好歹也算是条人命啊，万一官府查下来，我们这儿也难逃干系，不是？所以啊，您得留个安底。这个你放心，官府不会追查你的。您咋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了。我啊，这个药啊，我不一定给他吃。哎，不管你给谁吃啊，闹出人命我们都跑不了。您呢，还是等个急。那我不告你不就完了吗？那也不行啊，这也不是我们一家药铺的规矩呀、啊，这个是我们这行的行规。您呐，等级。等什么级呀、啊？呵，我头一次见到一个。这我怎么的？看见一个买药这么横的，怎么哪回事啊？哎，这，嘿，老板。呀，县太爷。哎呀，不是。你咋管着我们这小店儿呢？不是你，哎呀，您请这边，坐下。你这伙计胆儿太大了，我买药他百般刁难我，就是不卖，咋回事啊？县太爷买的这是打胎，咱们这不是得登记吗？放点官府查，查什么查呀？大人他能查他自己吗？那不赶快抓药去？对，我这就给您抓药。给您抓药去，哎，对，对不住啊，小的教育无妨。哎，县太爷，你咋抓的是打胎的药？女儿大了，不想再要孩子了，真是我的，啊，
真棒！大爷，您身体是真不错呀，您今年要小五十了吧？夫人五十多还能怀孩子，您俩的身体也是真棒，返老还童啊！小的给您道喜了。哎，行行行行，道什么喜呀？快给我装药，快就快！哎，打你这椅子，我慢走，慢点，慢走，慢点，不用送了啊！不用送了，不。哎，不用送了，大驾光临，我们得送。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大人慢走，慢走。哎，这大人的身体可真不错呀！我记得这百里夫人好像比他还大两岁吧？你这孩子，他说啥你就信啥呀？一点都不老都，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这肯定是跟家里哪个丫鬟有事儿了。还是您老有经验，经得多，见得广。拼啥拼？干活去。谁呀？我。老爷。啊。不是你上田家打扮成这样干嘛？嘘，我没去田家。你没去田家，你这样干什么呀？嘘。怎么了？我去抓药给冰儿吃。不是你给冰儿吃药干嘛呀？打胎药。打胎？打什么胎呀？哎呀，那个造天杀的老东西呀！这冰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咱们的骨肉啊！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挨千刀的主意呢？哎呦，是是是是，我这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是不是？田家都空了，咱们家也大不如以前，这把冰儿嫁给一穷鬼，咱们就甭想翻身了。那也不能打胎呀。这就是我的不对啊！要不然，咱找个有钱人家，把冰儿给嫁出去完了。对呀，那谁有钱呢？这据我所知，咱们这个滦州县里最有钱的是白芒。啊，白芒！哎呀，白芒的儿子才七岁呀。是啊，我听说他老婆死两年了，不是还没续弦呢吗？呸！你个老东西，亏你想出这么个办法来！哎呦，去，赶紧的，给我找田幼年去。要这么下去的话，你非把我闺女折腾死不可。是是是是是是是。把药给我。嗯。给我。嗯。夫人，您这是？把药退了去。啊。哎，咱们家日子紧，不能把钱全都糟践在这种地方啊。蝶儿。要不然我去。夫人，咱们再走几步就到了。哟，县太爷，您又来了。哎呀，这是夫人啊，这孩子，夫人好。哎，夫人，你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啊？是，我记得你上次来的时候是大小姐发烧，你来抓药来了。夫人，今儿您来点啥呀？啊，我什么都不买，把这个给我退了。
哎呦，这药抓完都混一块儿了，我们没法退呀。我先看看是什么药啊。甭看了，打胎药。哟，夫人，这事儿你也知道了？啊？这你们也知道啊？大人没说，我们瞎琢磨来着。哎呦喂，我就说嘛，这事儿他瞒不住啊。夫人，我觉得这事儿您做得对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大人的亲生骨肉，不是？这孩子不能傻。哎呦喂，你们知道的可真不少。得嘞，这药呢，我不退了，对吧？哎呦，这我还真像怀上了。我说掌柜的，这样啊，这事儿呢，你们千万别给我说出去。哎，不说不说，要不然的话，以后我们家闺女还怎么出去见人呢？哎，是啊，哪儿的？是大小姐怀孕了？对呀，啊，不是。你们不知道这事儿啊？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得嘞，那我回去了。夫人慢走。哎，夫人，嘘。夫人慢走啊！放心吧，我们跟谁都不说。哎，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我跟你说啊。呀，一会儿去了我可怎么说呢？闺女怀了别人的孩子，上了门我还得低三下四的求她，哼！哎，你愿意，人家愿意吗？愿意啊，我们在山上都说好了，只要您亲自去提亲，这事就成了。我没那脸。这都找他们多少回了，哪回不是让这百里无银把你爹给撅回来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认钱不认人，现在咱家又没钱了，这门子亲事啊肯定没戏。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那百里冰她怀孕了。啊？属实吗？属实。那药铺那小伙计都告诉我了，现在啊，全城都传遍了。嘿，好儿子呀，干得好！这回那百里无银呐，想跑他都跑不了了。爹，你说什么呢？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跟你们说了，我得先出去一趟，出去一趟。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闺女啊，你啊得跟娘说实话。这个是谁的呀？啊，跟娘说，娘替你做主。什么谁的？就是，我这个呀。哦，下午见和腊八蒜。啊！哎呦喂，这俩畜生，我非宰了他们俩不可！我娘，你怎么了？这是？不是跟娘说，他们俩是一起的。也不是，主要是那个腊八蒜。我非剁了这个老混蛋，这个老混蛋，我剁了他！我娘，您这是不至于啊，这是。来来来，不是闺女，你别、啊、你别，你慢点慢点慢点坐，慢点坐啊。你也坐，你这样，我跟您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过程。他刚开始不说了，啊，不说了啊，闺女，娘知道了，娘明白了啊。哎呀，我还以为是甜又黏的呢，这要不是还不能要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是甜黏的。哎呦，闺女，娘啊，娘把药给你熬了去啊。不是，我这没病没灾的，我吃什么药啊？我你，
心呐、让您天天吃鸡蛋，您不也以后少吃不就得了？你，啊，丫头，你是说你吃鸡蛋吃这样的？对啊，不是，是这样的，他们把田永年给关起来了，然后是有事求他办，所以就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呀。但是他们也没什么好吃的，就只能天天吃鸡蛋，吃的我们大哥都是一股鸡屎味儿。真的？真的呀。哎呀！哎呦！哎呦！娘这心呐，就放下了。这样我呀，又活过来了。不是娘，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呀！哎呦！丫头，娘啊，你还以为你……怎么想的？丫头，丫头，不生气啊！不生气，不生气啊！怪娘，怪娘，全怪娘啊！行了，娘为了奖励你，这样，这辈子都不吃鸡蛋了。啊！这是奖励我吗？稍等一下。夫人小姐，裴少爷来了。快快有请。田少爷，有请。百里夫人好。田公子。点儿。哎。你这怎么回事？得。还得给你再说一遍。老爷喝茶。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老爷，这差不多了吧？您看他那茶都喝得见底儿了。甭着急，再晾他一会儿。撅了咱家好几回了。这回我也让他尝尝这滋味儿。哎呦，您就听我的吧。啊，进去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你怎么向着外人说话呀？我没向着外人啊，我向着您呢，向着您呢。啊，可是你看，都这么半天了，站得也累得慌，你进去总能喝口茶歇会儿不是？你不去是吧？我可站累了，我歇会儿去。哎，我去，我去。去。哎呦，百里大人，田老爷，百里大人，我这后边啊事儿太多啊，一直就没来得及招呼你。是是是，来来来，您用茶，用茶。哎呦，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百里大人，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呀想起了一桩旧事。你可曾记得5年前？郝大人保了一桩媒事，将小女许给了令郎。后来呢，这令郎出门在外，这回来以后啊，忙于各种事务，无暇顾及。前两天啊，我听说接到上面通知了，李中堂听说火车投策好了，十分欣喜。6月初1呀、就要来看看机车运行。我看呢，这是个好时机，我们不如顺便呢把两个孩子的事儿给办了。这两个孩子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您说的是这事儿？想当初确实操办过，死说活说您才同意的吗？最后新娘都到了家门口了，又抢了新郎的马，自个儿跑回去了。那时候这街坊邻居可都看着呢，我这老脸算是丢尽了，是吧？直到现在我儿子也没娶媳妇儿，就是让这事儿给闹的。
哎，令郎呢现在还没娶，这也说明啊，这两个孩子天生是吧，他们就是一对儿啊。田老爷你看这回这么行不行，我给足了面子，我亲自把孩子送进门，这个月咱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您急什么呀？是不，这我是不急呀，我是怕呀，再过两三个月，不，这就不太好看了。嗯，怎么，恋爱模样还变了？脸是没变呢，这怕这个。老爷，差不多行了。百里大人，最近我在这个城东药铺可听见点风声。哎，你听见什么了？听说呀，百里大人最近特别照顾他们生意，老上他们那儿买药去。买那药呢？行，别说，我算知道了，您现在是完全掌握情况啊，赶紧办了吧，肉烂在锅里，那早晚是他们俩的事儿啊。要办嘛，也不是不成。嗯，不过你看我现在家徒四壁，没钱呢。我要有钱，我要是有钱，我早就接近你了，不是吗？看来百里大人是没有诚意。哎呦，别，我看这事儿都算了。差不多行了。哎呦，哎呦，夫人，你这是，这夫人咋着了？这是？哎呀，哎呀，不好意思，百里大人。刚才摔了一下。不怕，田夫人，您刚才是不是听见了我和田老爷对话了？是，我听到了一点点啊。您看这两个孩子呀，两情相悦是吧，这婚事早晚的事儿是吧。对，您回去看看这彩礼怎么个送法，咱们择日啊把这喜事给办了。嘿，还是田夫人痛快，我这回去准备准备。你别走。你怎么回事啊？你别磨叽了，再磨叽人家反悔了。哎，我说别再陪送这八口空箱子了啊。我怎么说了这么半天你还是不信呢？这个可说不好。好，冰箱，哎，给我拿几个煮鸡蛋进来。来了。我让你不信。我信了。对，冰儿啊，跟你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我信了。百里大人，贤君，我跟你爹都谈妥了，这几日啊，咱就把婚礼给办了。啊？不用这么着急吧？过两天李中堂就要来了，咱们还是先忙着迎接的事。不急不行啊，再过几天，盖不住了。盖不住什么呀，爹？没有的事儿，爹。啊，对，没有的事儿吗？没有，你没有，你们是不是我亲爹亲娘啊？我怎么就能有了呢？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完了，我还得说一遍。欢迎下次光临，谢谢您，谢谢。请问是全川小背心吗？啊，我是。哦，你的信。谢谢。你事儿。
就是这样的。啊！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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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当了！田公子，哎，岳父大人，不是嫌弃？这事儿看来子虚乌有，是我弄错了。啊？您什么弄错了？这样啊，我今天出门啊，我喝了点酒。我这个人呐，喝多了酒以后啊，胡作非为，胡说八道。不是，我怎么就迷迷糊糊，怎么就上你们府上去了？跟你爹啊这通聊啊，聊聊什么记不清了，我就记不清说什么了。回头啊，你代我向你爹道个歉，就说我说那些话呀，都别往心里边去，啊，哎，这样吧，就这样吧，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回家呀、啊，就照我说的跟你爹说去啊。岳父大人，这啊。田公子请。爹，爹、啊、您跟田幼年他爹说什么了？哎呀，你爹呀去上田家呀、啊、我就是提个醒，我别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全听爹爹的安排。这事儿啊，全怪你。当时让你抓紧去办，你就不抓紧去办。这好不容易去了吧，又在人家百里大人面前拿架子。现在可好？怎么办？要不我再去一趟，和百里大人好好说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呐，还是我自己亲自去吧。用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别看了，来来来来来，哎呦喂，你看看，你赶紧出去看看吧，那茶都喝干了，不着急，你这谁让他上回跟我摆臭架子的，这回我非晾干了他不可。老爷，我跟你说呀，你再不出去，我觉得不合适了。你这人怎么向着外人说话呀？我什么叫向着外人呢？咱这看了半天了，你这腰也受不了啊！真是的，什么叫我是我向着外人呢？你这话说的。我去啊！赶紧去，赶紧去吧。哟，百里大人，您在呢。哎呦喂，您这是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不让人招呼一声啊？没事儿，没事儿，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哎，您这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是这么着，犬子啊，回家跟我说了点事情啊，我呢不太明白。所以过来跟您这儿问问。嗨，我不是跟那狼都说了吗？我这个人呐，喝醉了酒爱胡说，我要说坏话您别往心里去，哎，我要说好话呢你也别认真。哎，我确实喝多了，昨天我这说什么来着，哎呦想不起来了。啊，
就是说这俩孩子的婚事。婚事啊？啊，那还得再议议。啊？这没想到嘛，我的小女这么受欢迎，这一天来了好几波提亲的，怎么着也得让我们挑挑选选呢。可是他们这可是这犬子跟令爱他们俩在山上，在山上什么都没发生，那不能说小女跟谁待一天那就得嫁给谁，那不像话。不是，那也不能说不认账就不认账。那我说不认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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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老爷怎么了？老爷，怎么样啊？啊？哦，百里夫人啊，您也在的？哎呦，疼！我那个，哎呦疼！哎呦，老爷受风了，哎呦是吗？受风了，呦，快回屋！走！田老爷，不好意思，不送您了啊！啊，对，不送了啊！哎呀，慢一点啊，慢点，行吗？不行，站会儿。啊，慢点。哎呦，慢点儿。まだ起きてるのか。何をするつもりだ。お母様、今の状況では任務はどうしても完成できません。考えすぎないで、別の方法を探し出せばいい。刀を渡しなさい。私はもう決めました。任務を完成しても人殺しになります。王陽が私のせいで死んだら生きる意味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バカ娘よ、こんなに一筋でどうする。私は自分自身の両親の呵責に耐えられません。私のことを愛した愛しい男が私のせいで命を失うなんて。母上様、私は決めました。私は自分で。自害します。やめなさい。お母様、刀を渡しなさい。母上様、本部へはこのようにご報告ください。私一人のせいで任務を失敗させてしまったと。私の仕事を不満に思っていて、バスを下すと言っています。母上、私の命はあなたがくれました。今こそは恩返しの時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はい、这娘俩当了人家的间谍工具了。死なせてください。也是没有退路啊，要是死一个，另一个还能活下来；要是都回日本，那就都得死。究竟这娘俩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大结局。
上回书说到，田幼年、欧叶等人历经艰险，终于制造出了中国的第一部新式机车。如今新式机车已修造完备，其动力不输于洋人所造，由此机车可令我开滦优质煤炭直销外洋，富国强民指日可待啊。好，好，李中堂，你提辞辛劳，马上前往开滦，亲自检阅。这可是我大清国制造的第一台新式机车呀。臣领旨谢恩。小雷子，奴才在。给李莲英当眼线，够累的吧？皇上，看在你跟随朕多年的份上，朕不杀你。出宫去吧。谢皇上，谢皇上，谢皇上。这扣有点紧啊，我来帮。娘，我自己来吧。哎、我来，我来，我来。新衣裳，就是、瞧瞧我儿子，气宇轩昂，仪表堂堂。他百里无银，要是不答应这桩亲事，那他就是傻蛋。爹，眼下咱们还是先说车头的事儿吧。等李中堂走了，我亲自到百里大人府上去提亲。嗯，我相信啊，百里大人一定会动容的。爹，娘，我先走了。哎，你等等等等，我儿啊，今天这百里无银去吗？去啊，那我也去。那百里无银是朝廷命官，他理应陪着李中堂、李大人。爹，您去算干嘛的呀？这我陪着你啊，一会儿你开上火车头了，你一扬眉吐气。我就想看看这百里无银的嘴脸。啊，这画把放的不正啊！啊，不正啊！哎，马亮，上去！哎哎，好。田幼年，咱们还没有到。李中堂马上就要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啊，你可算来了。哎呦，伯父您来了。哎，田幼年，这位是谁？我们好像见过。啊，这是家父。平常呢常听我提起车头，但是他没见过，想来凑个热闹。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李中堂来了吗？应该快。三七，李中堂大人到。啊 ，Let's go，Let's go。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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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慢一点，慢一点啊。好，好，落轿。中堂大人，哦，这里啊，对对对，在这儿，啊，拜见中堂大人，拜，啊，诸位都免礼吧，免礼吧，啊，免礼，免礼吧，起来。中堂大人，车头已经造好了，这等您视察了。好，那咱们就一起看看。好，看看看看。请吧，好，好啊，好，好，老夫致力于洋务运动多年，一直盼望着我大清工业振兴。今天，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机车头。老夫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啊！是，感谢诸位，
感谢诸位啊！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机车头能跑多快啊？时速差不多30迈。啊？60-70里。啊，好。机车往返于唐系铁路，风驰电掣，我们的煤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港了。是是是是是。大人，要不您上车一试？好，好，好，好。哎，您慢点，您慢点。好。您慢点啊，这边请。觉得怎么样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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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中堂大人，您请。哎，好好好。哎，请，请。哎，好好好好。田永年，哎，啊，草民田永年叩见中堂大人。啊，起来吧，起来吧。说到办到。好样的，好样的！时不我待，中堂大人口谕，草民无时无刻不铭记于心。中堂大人，要不是您帮我拿到那张图纸，这机车头，想必要把它造成，乃是遥遥无期啊！哪里哪里，造成这机车头是你我二人共同的梦想。今天梦想成真，我们着实应该好好庆贺庆贺呀！是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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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人，这个田永年不但能开车。在造机车的过程中，他也是功不可没。好好好好，草民不敢。中堂大人，这开车的是我，不过这司炉和造机车的人，非欧叶莫属。哦，草民欧叶给大人请安。哦，请起，请起。啊，好好好，很好。金大人，以后我们矿上要多造机车，多培养这样的人才。大人说的非常的对。太对了，田永年。仗义勇敢，我很喜欢这个孩子呀，以后就不要在矿上干了吧，跟我回京，在京城谋个一官半职的，将来一定是前途远大呀。多谢中堂大人提拔。啊，要不要跟你的令尊大人商量一下呀？回中堂大人，家父就在此间。哦，是哪一位？我见一见啊。此乃犬子。你贵县，你不是姓百里吗？啊，回大人，此乃小婿。哎，俗话说人有两层父母啊，他是生父，我是岳父。哦，你就是田翁。正是老朽。这么说你们是亲家。回大人，我们现在还不是大人，我们是准亲家啊，还没来得及举办这个婚礼仪式呢。从今天以后，我们择吉日成亲。啊，好好好，机车婚礼，双喜临门。那是那是，把我的手书的福字送给他们，也算是对造成机车的奖励呀。好好好，谢啊。婚礼的时候少不得老朽
别来讨一杯喜酒吃啊！哎呦，谢谢中堂大人，谢谢大人，李中堂大驾光临，不是荣幸，不是荣幸。啊，金达先生，是，我们的机车叫什么名字呀？中堂大人，我是怎么想的？第一台机车是在欧洲生产的，它的名字叫火箭号。这个机车是中国第一台生产的机车，所以我们应该叫它中国火箭号。不好听，不好听，不好听。我大清泱泱大国，岂能不扬一之后尘呢？就是是，请大人定夺。抬上来，抬上来，抬上来。就把这两条金龙镶在机车的车头上，这是我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台机车，就叫它龙号机车吧。各位兄弟，如今这车头也造好了。这造车头的也不是外人，是我的结拜兄弟，我也不能再毁他，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了。以后这漕运会咋样，也是前途未卜，谁也不得而知。兄弟们要有啥想法呢？想另谋高就的，就直接跟我说，我于霸绝不阻拦。啊，大哥，不管咱漕运怎么样，以后啊，就是没水没船了，我们都跟着您混。混账话，扫把星，这没了船，没了水，那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你还跟着谁呀？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以后都跟着大哥混。对，是跟着大哥混。兄弟们，不枉咱们兄弟一场啊！散了吧，啊，散了吧。哎，这船拉杠吗？拉呀！送我去天津。吃鸡爪子多没意思，来喝酒。哎，不喝。又不要你钱，喝吧。喝喝喝喝。啊。哎，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哎。这位大哥想必认错人了吧？不对。城里的辣板蒜算命的，是你的朋友吧？是啊。那你了贵姓哎？小可名下，字武健。我就说嘛，我听我弟些的兄弟说呀，说你是虾教主，汇龙教的教主。小点声，这儿又没别人，就咱俩。哎，我还听说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发展了数百名的教众。对呀、啊，我还听说你每天给他们发馒头、发粥的，养着他们。哼哼，就是我。
还有你想偷那个机车头，坐着他去京城，这是你吧？哼哼哼，没错。我还听说你们抓着那百里冰用那臭豆腐汤当毒药灌他，是你吧？哼哼，没错，正是鄙人。孙子，我可逮着你了。你谁啊？我是百里冰的舅舅。二位，我看你往哪儿跑。你站着别动啊。说吧，是吃猪馄饨呢，还是吃刀削面呢？你别过来啊，好歹我也是教主。我会游泳啊。会游泳？会游泳你俩腿哆嗦啥呀？我有点晕船。晕船？哦，晕船那都好办嘞，那都好办。你不是会游泳吗？救命！不会游泳啊？忒好了，推去。少爷，少爷，哎，慢点，慢点，慢点，少爷，慢点，少爷，哎，好，恭喜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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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恭喜，新婚快乐，新娘到。新娘来了。啊，里面准备好了没？慢点，慢点。总是，Beautiful， 太美丽了。卖火盆，挂马鞍。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哎，快起来，快起来！亲家，给红包吧。你先给，你不给我就不给。哎呀，别着急呀，咱这东西都是租来的，待会儿收了份子，点了红包，结了账，万一有结余，咱们再给他们俩。现在给不够怎么办呢？亲家说的有道理。来，中堂大人到了，来，快快快！起来吧，起来吧，这边，起来吧。今天大喜的日子，就不要这么多礼数了。起来吧，都起来吧。
老朽略表寸心。啊，有年啊，拿着吧。多谢中堂大人。哎，贵县啊，哎，这是为何呀？如此爱财？财迷，我替小婿收着。大人啊，其实卑职有下情回禀。哦，什么下情啊？实不相瞒呐，卑职为官多年，一直十分清廉，毫无隔夜之粮啊，只有几匹骡马，租在矿上拉煤，另有内地为漕帮，以漕运煤业为生。如今机车造好了，此乃国之大幸，可由此一来，我家的骡马和漕运便无用处了。虽说我一家为国捐躯，可古人又云呢，舍小我而大我也，这卑职一家不正荣幸？贵县所言诧异，我们的铁路是唐胥铁路，只修到胥国庄而已啊。火车多拉快跑，可到了胥国庄还得用漕运方能到天津啊。机车头运营之后，漕运也得跟着加多加快啊。令内地恐怕还得赶紧多购些船只，招些人手，以备日后之需啊。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可是大人，我的骡子和马。大人，我还有一事相求。说。燕子叔，来。大人，大人。中堂大人，此次建造龙号机车还有一人功不可没，就是此公燕子飞。曹民燕子飞拜见中堂大人。请起请起。你就是燕子飞，龙号机车大功告成，你功不可没呀。大人，他可是江洋大盗啊。对，正是这位江洋大盗还使得龙号机车的图纸得以复现呀。中堂大人，燕子飞一直身在陆里，现在仍被官府缉拿，这次建造机车有功，不知可否将功赎罪啊。好好好好，功过相抵，以后就不要难为他了。是是是是是，一切听从中堂大人吩咐。燕子飞啊，哎，我看你以后就不要总处于绿林之中了。你既有如此身手，何不在滦州县办一镖局？百里县令的骡马也可以交于你，往来押运货物保镖嘛。好，百里县令下官在。燕子飞，你们二位意下如何呀？甚好，甚好，甚好。钱怎么分呢？秦太爷，你的骡马算我租用，以后我每月一样给你交钱，你看如何？那好，那好，那好，回头我们细算啊。好，来来来，上酒上酒。诸位，田永年年轻有为，仰仗各位相助，今日龙号机车大功告成，此乃我大清工业史上浓墨重彩之一笔。今天双喜临门，实至名归。我等共同启祝大清国运昌隆。干了，干了。行，谢谢大人。好好，中堂大人，请请请，李大人请，里边请，谢谢各位乡亲，谢谢谢谢，请哟，杨老板，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陈友珍，恭喜你，李秋雨结婚了，谢谢神父，谢谢神父，我带来了你最想要的礼物，新婚快乐，神父，您赶紧收起来吧，我这是结婚呢。您这不是让我一刀两断吗？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只有这个，你拿去。这我真不能收。再者说了，这是偶爷的。哦，哎，对了，偶爷，偶爷，偶爷。Thank you.
小伙子，你又回来了。啊。哎。他们又走了。这回走好几天了，估计你是赶不上了。不敢了。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空间有点小，你委屈一下。不委屈不委屈，能住到店里就行。慢一点啊。哎，来，请。啊，北星。你要干什么呀？哎，我生气，我惹气的。哎，别生气，别气！你看，我真的找到宝藏了啊！我这么做不为别的，我就为了证明我在你面前没有吹牛。欧耶！啊，嗯，伯父，你没走啊？我看这料理店关了，我还以为你们走了呢。嗯，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啊，对了，那个火车头造出来了，您知道了吧？这也是必然的。啊，我看您挺好的，我这心里也挺高兴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火车头也造出来了，咱们现在也都轻松了，哈。你轻松，我沉重。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个小背心呢？他怎么没跟您在一起啊？他不会又不辞而别了吧？请跟我来。不，伯父，小不心他怎么？我不是伯父。我是小背心的母亲。伯父，我们母女俩还有那个死去的爷上受雇于日本大黑煤炭株式会社，我们到中国来就是为了破坏你们的机车的建设，以保证日本在天津港的诸多利益。现在机车已经建成了，中国的工业就像龙号机车一样，以不可阻挡的速度飞奔向前。我们的组织很严格，我们的任务失败了，必须向组织有个交代，所以你就亲手杀了小背心。他像一个真正的武士一样死去，我以他为荣。对不起，请原谅。
悄悄明月，夜色凄凄，月影两相依。君心旦夕，切切离，我心长别离。悄悄明月，月色悠悠，夜光影里重。君望团圆难聚首，我伤在心头。欢迎光临。来壶清酒。空腹喝酒伤身，要不要点点什么？是鬼，你不怕我？你
你要真是鬼，就把我带走吧。我是人，我没死。我是在做梦。疼吗？做梦能疼吗？陛下。欧爷。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お前にとって人生はこれからだ。素晴らしいことにたくさん出会う。だから上との交渉は私に任せて、すべての責任を野上にきれいに引き渡せる。お前はもう殉職だと私は上の人に伝える。ダメです。このまま帰れば母上はきっと非難されます。大丈夫だ。いけません。我が子よ、どうしてそんなに頑固なの。人の話を聞きなさい。でないと王陽に二度と会えないわよ。だってそうしたら二度と母上に会えないんですよ。いつまでも家にいるつもりなのか。わかってる。王陽はいい男だし、お前のことも本当に好きだ。彼に任せたら安心だ。母上。哦，可是即便是这样的话，你干嘛还修个墓啊？你吓死我了。那是给组织上的人看的，万一他们来调查怎么办？你们做的可真隐秘啊，把我都给瞒了。要不是这样，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值得托付一辈子呢？那贝心，你干嘛不来找我呀？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贝心，你跟我走吧。咱们回老家去，我带你看看我家、我娘还有我哥。那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呗。傻样儿。龙号机车顺利制造成功，天佑年担当了重任，为国效力。这欧叶却选择了功成身退，是隐居山林。哎，对了，啊，贝仙儿，你回家之后可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日本人，你得起个中国名字。中国名字？哎。我嫁给你了，你姓欧，那我就叫欧氏。欧氏，欧氏，欧氏，欧，跟感激似的。不好，不好，不好。要不，要不你就姓辛吧。辛氏。欧辛氏。别看这选择不一样，但是他们俩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都是一样的，却不正视报国当今命，功成退林泉，遥望爹翠处，袅袅是炊烟。